来，燕桃，我们上礼拜讲到壶沟跟歌沟嘛，跟横泽歌沟。那我们今天讲第十三单元，第十三单元讲的是一个帽子的部分，横泽短沟。横泽短撇，跟另外一个握心的部分。这两个部分来做讲解。那横泽短撇来讲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大概都在宝盖头啦或帽子的地方，在这两个地方。那它的撇有两种状况啊，一个是直接跟我们在写欧卡一样，大家记得它的横一定是细的，一定是细的，可以粗细粗折回来，这里没有做任何动作，只是停一下拉回来而已，这里粗的细的粗的再拉下来。另外一个，它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粗细直接细的停住折回来，一样的细拉过去折回来，这它的一个横笔的概念。那另外一个，在勾的部分撇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它跟我们在欧阳询一样有直按跟提按，我可以将过来以后停住提按再拉回来，这里会微微提高再按下来再拉，我们欧阳询在写横折的部分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可以吧，上提下按再收，同样的道理这里也可以。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他不做提笔，他直接按笔而已，斜过来停住按拉回来，那这里不要把它拉得很长，不要把它拉得很长。那有些把它拉弧度，按来拉弧度不要，这里带一个弧度不要，它是直直的斜直过来就好，45度甚至更这个空间更小一点点更好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嘛，宝盖头这个地方这一个空间里面不要出现横笔，还记吧，我早先讲过的。那你如果这个地方你把它写得很直很直的话，那这个空间会增大，里面就松掉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，这在整个横折短撇的部分。那握心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它的弧度这个高度啊，从下笔过来这个空间就扁，这个空间很扁，所以它这个弧度都是很短，空间很小，要特别去留意。欧阳询会稍微比较差高一点点，那它的没有，它的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它的只有这样子而已，这范围很小，特别去留意。那这边要去留意的是说，它的露笔是尖的哦，任何一个握心的部分露笔都是尖的，拢是尖的安尼落来，所以你的笔一定锋要把它控制好，提拉就好了，尖的部分要去把它控制好，那这个弧度把它压缩掉，甚至有些会差有点转折，落来这几乎是白。那会有点往下沉的味道，会有点往下沉的味道。但是两种方式，那最主要是后面的勾的部分，我们下来要停住，下提一下，往11点钟方向提起来，慢慢提就好了，转一下笔。我快知道哦。停。都起来都闭着。对。哇，我慢。立起来。立起来就好了。那有些人他会把它做两段式，按那刮料停住，这样按那右软，不要这么去做哈，还是可以一笔完成就一笔完成。那你如果说跟他别车，稍微做个小动作嘛，好下来以后停，好再这样停，带点小弧度，调，这都有别车啊嘛，这样子带就 OK 了。那握心的部分，给人管。好，那我们针对这六个字来做个讲解来。宇宙的宙，扁扁的。阿林的笔都跟我赶快了，你是呢？他这字比较扁哦，那这个树叶点压一下，左右晃一下，往左下提起来，提起来要带出来，所以这里会是这样子往左一样，是推上去。推上去，再从转一下笔，带落，停住，按，
好，拉回来，斜斜拉回来，拉回来后直接带过来，这边接弧度软，细细的带下来，停住，停住，提按上提，维持平行，红线按下来，出变细，好，里面空间等分就好了，好，过去推高，拉下来，好，可以停住，这里不做连接没关系，再从外面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这地方要特别去留意的哈、哦，这个距离，这段、这段、这段、这两段几乎是一样，但上面略小，这里大一点点，那就知道这个空间是一样的。轴心线捋软，压，再回头上去啊、哦，再回头上去，这皱的部分，来包这一，是我觉得它在雁塔里面最难看的一个字，感觉头好像往后仰了哦，来。切接一个三角形过来的话，来这边直接带过来，接一个挑笔上去，来再来这个地方压出去，然后像一个长眉毛一样拉回来，停住，从它的下方切拉出去，跟它等宽就好了。好，细，那这里一样拉到这个位置转折，这个位置停住再转折，那这里应该是正常是这样子。他直接把下面这地方省略掉了哈、哦，那这里等宽下来，空间了后，这里盖一的时候再啊，顶多再出来一点点没关系，上去按再拉下来，空间了后哈、哦，这边再推，好拉回来顿下来细转折，慢慢变粗，停住，好直接拉弧度往上右下就可以了。那这边是有点缺进去的，这边放出来，所以整体字感觉好像往左边倒。那这边要去留的是整体的空间呢、哦，这里的空间，这里的空间几乎是一样的，这里微微往下沉，啊、哦，微微往下沉，一个一个呼应，一二，这里带到这个横笔第三笔，再拉回来，从这里进去第四，对应的空间对应的转折的位置，那这里起笔的位置，起笔的位置，这里。就在这个顿点的位置，那这里要让它出去哈，只要符合勾，它是一定要往外拉出去，一定会是最长的笔画。好，再来泼，来泼三点水，这个三点水很漂亮，来压，直接往左上角再提起来，哦，直接往压下来，往左上角提起来，慢慢扭的话，慢行进，扭起来了出来这样，好，停一下，提，再拉弧度，停，拉跳。挑经过左下十字端线，那挑起来要，我们的笔画不是横折先写哦，是撇先写起来，在这个位置上哦，挑切直以八上来带点小弧度处理，慢笔它给的话，小弧度出去转回来，然后切上去，顿折一个小三角形，好拉过来接带上去，所以这里这样切笔下来，微微斜斜的。停住，那这个地方几乎已经在格子正中央了，哦，稍微差一点点。那这个地方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断笔，我停下来这边再重新起笔去写；有些是直接下来后直接左按过去弧度，那这边再从缝隙这个位置对应过来，顿细压弧度右下起位就好了。交接位置，那这个地方一二三，这笔是第四笔，这笔第五笔，都穿插空间在跑，啊，穿插空间。那这个高低特别去留意，这个距离也是一样的，啊，距离也是一样的。那这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嘛，就赶快来哦。这里可以再往再提起来没关系。那这里一个斜面切过来，撇的方式斜面切过来，那这弧度可以大一点点没关系。拉下拉出去就好了，高低的不会以捺笔 为最低的，这里是平的，捺笔是低的。来，心想拍下啊，您刚刚想拍下，来这个字很扁，那笔顺没有什么了哈，直接往这个我们一般写心的左点是往左方向去跑，这边是往下再往右再提。
那它这个我们正常是这样子，那它是下右上，这里是直下来的，哦，特别去留意。提起来后，好，再带过来，在这边弧度平上提，提一下再拉回来，有点自由的概念。哦，拉回来后直接不要拉太高，再一个斜面上来，就到这里压，挑笔小挑笔上来，好，这边再压，扭一下起来就好了。这边是一个小斜面，这边是一个小小的斜面，慢慢的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那记得一个空间、两个空间、三个空间，包含这个空间都是一样，包含这里的空间都是一样。来看好不好？这里可以略小一点点，没关系哈。那如果说你 OK 的话，一二三四，这个空间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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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空间都是一样的，高低。这个点可以略低啊，不然的话就是让它齐平没关系啊，哦，这个点可以稍微拉低没关系啊，哦，好，这是新的部分，来撕按笔，好，软停住，这边没有连接上去，按下来出道细，好，里面出道细上去压一下，拉弧度下来就可以了，这边留页停一下，收一下，好，从这个位置往左下角压下来，好，提起来，中间的位置，哦，中间的位置，我有转笔哦，停住，接拉提起来，带弧度勾，勾起来要接带到中间这个位置，压，扭一下起来，再带出来压下去，往下带，这个点按再往下带，提起来就好，这里就有点小转折。哦，那这里有一个转折，哦，这丝的部分，那一样空间的部分去把它掌握到上下空间，哦，那不要跑过来了，在这个中心往右一点点带斜度过来就好了，这里到这里，这里到这里是等分的，哦，是等分的，这里是拉出去，特别去注意到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做一个字轮，来自己当做以为哈，哦，停起来，仰度弧度软，停住，勾，勾起来直接推上去，拉弧度，短短的弧度出去就好了。这里停，好，再拉下来，从这里对过来，平，拉起来，压，好，压，往右提起来，在撇的下方提起来，下方弧度，微微的往下沉，过红线，停住。压起来，慢慢提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从这里压下去，往上提，再往外带出来，再点三角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地方拉出来，这个点一样，空间的部分一样啊，哦。这个距离是一样的啊，哦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以往在写撇的部分呢，哦，这两个我们会让它等宽或上窄下宽，但这里反过来，这里是宽一点点，这里窄一点点，上宽下窄，好，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一下。那这个空间可以1:1，或这里略大，没关系哈，哦，这个点的位置偏高或在正中央都没关系，因为下面还有结构可以去支撑呼应的位置。那这里是带过来，这样带过来，那这里过来要起来再压就可以了。那高低一样。这里低或者这个低或者两个一样的低都没关系，这里是一个大弧度，哦，一个大弧度，那这边比较柔一点点上去，这里斜直转过来拉高推出去，这里拉平再带出来起来，在这边带起来，带到这里再带出来，哦，它有一个走法，这边特别去留意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